喜欢跳伞太上工，有啥太敢讲。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厨师中阿忠古，又到了一老跳伞人打最古的时节哈。一到冰凉的时节，大家就看得到满那鬼路风都在强攻势来做人哈。根据 Yes 一二三的调查个，看得出来有96%的太学生表示过记得说，进读书、进打工按来做，不过都在强攻来做，都在大部分人在奈得会蹦出嘞。基本上你就讲到六个后生人，老大家听下来分享记得个强攻人生，正常反应。首先老大家收几多黑质疑。我喺家上度过拜天条嘅条家嘅阿子姨，唔知道你知噶咩系拜天条嘅神路冇？冇啊，唔系啊，因为我想来跳，带你下来。好，先蒙你，来蒙出来谈黑白理由。好嘞，闭嘴点点。听你少啦，小鸡都系你家。哎，刚好我系群腔，上网又打边个打工小天后，你家家家。哎呦。心虚，故说我上网打片。好嘛，打工。因为黑马家伊莎讲这个电影下，伊莎又讲这个上网打片又挺强，黑马家意思。因为这个。后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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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嘞，点点，俺们上堂来个好消费。T 三十，然后黑家手机都黑印证。大家好，我是靠表演来累积表演经验的印证真真。胡说，你的意思是讲，你是兼工来做，其实也是一场表演。哦，唔错。哎呦，两个面子，多练他就好了。还在演，好了，不要再做戏，哎，做戏等下张来做。体质上让他少改的好心。大家好，我是自国中毕业后是开始打工的好心。哎呦，很干苦，很干苦，很干苦。你讲啊，做个动作。系咩系啦？系咩系？系吗？系哦。系啊，英文。系啊，行去做童工吧。啊，童工啊。听讲啦，少街道系白剑啊。大家好，大家好，我是大学满毕业之前，我是春读体育同剑嘅白剑。没，我感觉你阿技法地位有陷阱，系春到咩传到哦？阿个紫色个诶，受到个风暴有冇？春季咧到你阿下面系同见嘛？没有没有，系打工咯，又即刻传天传落嚟，全部系阿爸，就生意咯，又都好衰末，系唔系阿弟啊？魔法剑，古手机啊，走去做个剪这个啊，难用啊！哎，等下把 cam 做咧，老大家介绍到用半天的 cam 工作，cam 都按多钱哈，千万不要是非法的打工。唔係。呢度就大家手機度係小鳳。嗨，大家好，我係動威春前啊，乜動威事前咧，小鳳。我哋就嚟動威時間啊，古早要強嚟啊，冇嘛 ？Any 睇住架。爸爸，你聽到先好嘛？真係。阿公。阿公咧跳跑就都好吧，八公嘛。不過一開始問太子家講，即係太家就講到自家打工嘅經驗，強工嘅強工嘅四條青島嘛。大家分析一下，好冇？你讲过哪条蛇？阿志怡，俺最近做过青岛蛇，俺有做过电影下给发传单给谁阿妹，还有做过电影下给挑战给拱兔蛇，还有做过电影下。好了，还有做过看景盘呢。对，挑战个电影下就是哪天？哎，全部都懂电影下。好了，还有做过给徛个广告牌个，还有做过。哎呦，拍摄看，哎呦，看得多哦。你是看得多，跟拍唔到的。冲掉。牌爱用东好，因为俺去非常敬业的底座，我不会去抢那个牌子的镜头啦。还有做过青头，还有做过嘛该服务生，服务生啊，还有做过东电影下的乌克丽丽的拱头生。哦，给拱头生是要电影下？哎，是要。爱用张友宁，我买个乌克丽丽，唔去弹个乌克丽丽嘅上东好，弹一个啊。共同生跳对你现在硬买起来，古手机就买你嘿咩？买给乌克丽丽，你就做一个哎，你买它贵的给打乌克丽丽好冇啊？然后呢，记得就跟我问，我唔跟我买就讲，来上来按对你下，你买给只按贵给听哦，记住后来硬买。你记住嘞。不过我刚记得阿志一号，今天哈，你不要再说俺自己个电影下，我听到会腻。哎，那有哎，你给观众朋友全部认同啊，超模来，所以记还有文字，自己先断。哎呦，是不是有观众朋友记性不一？有知道给懂给。好啦，今天呢，我不否认，毕竟我们都觉得国小生很电影下嘛。给你家人做过那条蛇？嘿，他讲到俺打工小天后，他家上都应该都有做过，比方讲嘛该。客家客家传统的 waiter 啦，做凉水机啦。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该系 on the waitress， 什么 on the waitress？ OK，
人讲迄做凉水嘅，凉水嘅 waitress， 哦 waitress， 是 waitress 嘛？咩有时候佮咩佮客从嘅飘忽言，飘忽言呐，还讲佮因为英国高士嘅 waitress， 嘿，每台语言都会上到东江，真正做诶黑毛，像咩外面有做过，还讲汉语先生啊，岩土先生，泰国上多外都有做过，不少外系打工小天后。冻饮君，古早古早，爱吃到你家，还没跳白就某天吐熟。无，我偷数。古早几招唔滴 waitress 安黑 wait。那不同的时间嘛，题目就全部抢答诶。那无抢答，哎，都有好好诶状况诶，一条可以讲，做这个事情诶，都会撩你个世界当中。哦。干真紧，真紧，真紧，当一直都不用撩，当一直都不用撩。好啦，两三毛。去搞不用撩。给认真诶，跳白做工那条监工诶数。哎，有做过比种工滴啊，给农场打工啊。农场。嘿啊，农场。你做你打工。哎，无。董事他在农场打工哎，俺是做应征董事，他这个台北动物园，台北动物园，你假是给给马给那个神神呐，给假是给咩都市通俄式啊，给某某发不出吹天都太假面条钱的世界，做的还没应征去做一下给散户。对，神神太狗嘞，有办法。有啲要跟农场打工啊，跟两时黑做要跟导览员，好不好？我是不是做那个照顾什么鸡啊？你要跟俺唔要，还有做过要跟表演嘅工作啦、助词啦，还有客场底部嘅导演助理啦，或者是排练助理，还甚至还有做过要跟发型模特儿。啊，哎，等一下，发型模特儿摸买个信够韩籍诶吗？丑对就做对嘞，你要发质做对冇啊？发型模特唔算大工，因为发型模特太不都冇钱。哦，真给都冇钱。两千，他来个，一直狂给跳那么，我们是狂免黑哦，狂给跳哦，给他。好嘞，好嘞，问题讲一下。俺要跟发型模特儿，唔但唱爱狂免，还有钱做的呢。因为黑因为其他啊，给跳那么总好过后，俺还爱表演。俺记得给两时给黑做一个阿拉伯的粗形。哦，难怪钱。俺就要来做一个阿拉伯的木头表演。哎，冇简单好冇，冇会落到，所以就冇办法跳那么。太喜欢了。音乐吗？没有，自己干来，干收了。就是阿拉伯，阿拉伯，我们就是要这样子。哎，我可以看到。董三，告诉你一二三，来。妹妹背上了洋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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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洋等一下，俺家下手机的手度干嘛？幸运刚好有地震6.0。哈哈哈！哎，讲卡卡天师台下线者，妈，哎，俺家冇简单好冇哈？真给冇简单，因为冇。哎，董力还真给拿去种山果哩，种山果哩。哎，知道俩司机好忙，因为听一上瘾，都得躺着跟妹妹背水仰望喊叫，爸不为你。人哋嘛，咁好嘅專業，佢白天嚟都講下，半台先出鏡下，跳白做工，你都要兼工嚟做。我打工嘅經驗都辛苦哦，而佢上我接到嘅打工嘅經驗係講，我得路行哦發傳單，像你咁樣，唔講你做係定影相，我係做人道嘅種，做得好得。誒，你知道發傳單咩動簡單嘅事情哦？你要每一次都彎腰，哎呀，平時怎麼夾起？對，哎呀，因為誒，我困一下麼，我困一下麼，平時這樣走一次、走兩次，可能應該需要幾十、十幾盒咁樣用。很久嘅，很久做過嗰種大天發，我招生嘅補習班嘅嗰種，哎呦，哎，不應打。刮天发，哎，都卖刮给天，很伤心呢。感谢俺没有做，跟我是嘿大天发本董小姐，哎，你董小姐嘿冇跟俺沈宏跟同事都，他说我不懂，没有，没有，俺跟同事就滴沈宏冲狗冲董小姐，因为遇到一些打接到吼，该种因吼，其实还一线起啦吼，还就爱每期做个补习班的板哥，还个一板哥什么板哥什么个，共数板哥，好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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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等一下，咩大概补习班出来还要读个读个那个狗，你冇，就是打主板的那个板哥啊，黑板的板哥啦，嘿，分派给你，嘿呀，你走开。等一下，我可以踮着脚尖爱。无啦，因为他跟不西版主又搞个黑幼子眼啦。哦，跟早辈的。台上莫考
你补习班来板哥哦，因为板哥还有扯到动墙里呢，还有找顺序，还有他角度搞突然用哎呦猫球那个手势来扯，对，花巧，还有板哥停球哎燃刀，因为台下现在有很多补习班呐、啊，哎呦俺转过那个去，哎呦俺燃刀个板哥。这间补习班我要续约，把看讲到挺好笑，蛮快乐哈。他就补充了，我都切断他了。他又补习班改，他后来升级嘞，进分改信上了。英文版歌，告诉嘅，他就发通个主持的活动版歌。他都主持，走在挺通嘅。好嘞，新梦的版歌，新梦版歌，给好心跳牌走过来的时间。我来讲一下，你都走个挺，你每天冇走过版歌，你都讲个挺。好笑嘞！我们这种是比较接地气的，还有你坐地板的吗？真的是，他也是板哥。我们从基层做起哈，做奶事业，还有做该加油站的啦，便利送店的啦，还有该诶盘点地板吊盘那个 waiter， 你也会 waiter， 对，第二个 waitress， 对 waitress， 还有哦，还有诶第该诶串汤地板煮菜的，你会煮菜？做厨师的吗？煮两种菜而已，其他都不会。做的什么？就是这个也不会，那个也不会，六种也不会。所以还有一种最特别的，还是该 DHL 该涨货原因。哦，理货员是不是都比较接地气？哎，你都讲该都品种鲜因食出唔到，该讲的两种是台价袂做对。哇，讲真紧啊！哎，你穷死都太一次都有讲过，太大学必修四学分之一，一听有一个系打工，就会做西嘛。给广东人咪想哈，你跳摆多两下又减工，奈条西条，韩国人家特殊家哈，假使想要出去减工西来做，然后很用板件来上嘞，等下老太家穷养来分享了。常常去跳摆读书的时节，又会读书，又会减工来做，又会做安多的事情，你狂言，那我该做得维持吗？我死！好好讲吧，中白条。我做很多都是尿杯，那溜溜飘飘，已经冇啦，冇啦，冇关系，冇，尊重冇两个声音呢。咩啦？是因为冇看到啦，看到，注意咧，看到，看到。不用太假，多多来欣赏台上讲的节目现场，加入看到 TCT 团节目啊，看到个印证哈，一条非常的响。那等一下，等厉害，等漂亮，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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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会打中的疫情哎，可以阿拉伯语呢。对对对，做对，给汉拜去阿拉伯的时候，不用给哈嘎国的啊，哎嘛，该咩咩鼻子痒娃娃，都会跳阿拉伯国。好嘞，掉掉。好嘞，不过按唐扛讲，反正蔡崇有一上瘾，给跳拜去给赞崇发通来做共同神家哈哈。哎，唐讲的冬天偏眼睛，就是收风棒。哎，你去赞同发通吼，加时间短嘛，有上是两年，有上是三年。那当时哎，那本人就如何用如何看到讲，哎，有个刺青展哦，好啊，刺青展其实就有门票咩，那就留一下，哎，下不还有一站，我招工读生啊，然后哎，啊你，你上来听咯。伊无一汉字无关，系针尖带刃就做在起个，好冇？系啊，阿本人讲叫我去学。啊，唔知哦，西蒙伊去就跪下做诶咩？佮想讲，好呐，阿妈做唔听咩？你去昂，阿爱去存钱，系啊，都好啊，都爱吃。那比起卡做的话，你去，哈，结果叫你来个打电话本人，阿张去接机，系啊，还帮他撕票哦，哎，啊，你好坏心哦，撕票呢？没啦，给入场券都差一公。你个意思系讲啦，你应该吼就会通廿朋友向下去，按你吼就唔是罚钱，罚嘛给票给钱。有啦，票钱还有来啦。共灌票啊。系啊。冇，因为你系工读生，你咩底部长期合作嘅叫。啊，我就带起你去，唔过我计用是我工读生，因为我系弟弟辈诶存钱咧。我说大家摊位有诶赠品，有诶物计有冇，我就。来登记讲，哎，等下不用，哎，跟你系公众人员，哎，我就来登记，叫做所有的赠品就都在拿。哦，跟你有刺青冇？没有，哎，这样子给发通系有纹身本人代替啊，去体验啊，系啊，阿咩拿先到，就讲哎，西蒙用爱用嘅，阿爱就去穿穿啊。嗯，懂好，懂好呢，一件一件呢，
佮奥斯卡也无诶，很没啦，你还是较师傅啦。我讲真嘅，莫用方面有调查讲，做嘛个太假，尤其系学生嘅暗号去减工减细条来做，体育嘅年龄永远系为到诶存钱对累积自家嘅钱财，听起像我呢累积自家嘅经验，唔过唔止太自家，做嘛个爱去减工细来做，你假？诶，其实一开始真嘅为到存钱啦，唔过后面就知道讲，其实。打工做得搞到懂得好朋友，像我刚刚讲到按度给讲吼，其实差不多都不超过三个月，因为俺都都系因为俺用打工来去搞朋友，因为俺说俺用做得赌到某票，搞到朋友就老条甲讲拜拜，错就会按用，还讲条甲拜拜哦，不过后面还会联络按用，就知道哎按用做得增进很多的人脉，唔系啊，搞按度朋友有用嘿。有啊，有用啊，因为冇用，哎，他现在活动女王帝啊，哎呦，五十钱给捏酱丝，五十钱给发种子，哎呦，哎，老太甲讲真紧，一朋友唔系按有用的呀，他是哎呀，他就真心的，你搞想我同你做朋友，唔系冇用嘛，送用送为利用啦，对，他太甲不要破坏我形象，最重要的乃是到搞朋友，某天用给手财嘛，最后到某天用经验。韩哥，你就得拿到某项的员工价福利。哦，你还充点？嘿，也都充点。你怎还充？女巫也还还会多钱呐？你怎充点？动作呢？不会做的啦。如果后辈嘅白欠先生，你会到马街外兼工来做？还会到挨妈妈？啊？我每次会就好哦，哎，因为挨妈妈逼来啊，挨因为挨上大学之前哦，系要上个重考班呐，体育。拜考大学嘅时阵冇考到安好，所以咧个重考班啊，妈妈讲哦，因为重考做得，因为那个学费我自家来付，嘿，所以佮电视讲哦，啊你要自家存钱，不过哎重考嘅半年是可以学，不过只有一个月，七年漳州在存钱啊，一张嘅时间哦，该存了所有嘅钱，全交半个重考班咧，好多嘢上台后，以后我想讲啊，可以享福咧，唔过，俺妈妈讲，做唔得，继续付自己的生活嘅费用啦，学费啦，乜嘅费用全系自家来负担，所以我想说，哦，把同学去好传啊，英文嘅补习班好传啊，所以俺用去打工俺用，哦，而且白天钱当年钱当三万当达标嘛，不过我谈讲去台北读书嘅时阵，又系读书又系兼工来做，又系做安多嘅事情，你考研老嘅做得维持吗？我死。中八枪，哎，中八枪，哎，中八枪是玛莎，你自创厉害的，你哎，按到客家超人呢，哎呦，哎呦，你客家超手啊，你好好讲话哦，好，因为我大学的时候接到当多的套路啊，应该是当摸汉啦，不过我唔单讲是本科系教育嘅科系之外，还双主修法律系，然后辅修英文系，哎呀，一个学期哦，最少系30个学分以上，哇，动多咧，嘿，真够动多。其唔系同认真，其系想讲，哎，学费就已经唔好交咧，哎，当然吼，就这种吃到饱精神。他家真心，真心不应该讲错咧，真心就你阿个想法咯。不过，而且他家真心会发挥到极致，系嘛个？总得延毕，假使因为延毕，因为还好多钱呐，哎，而且他赚钱很辛苦哎，好搞那个轻轻松松就赚到我的钱，啊，用总得，所以我坚持为四年是好睇的所有嘅科系，4年。300个学分以上，哇！每年没有延毕，还有所有嘅费用，生活嘅费用，还有学费吼，我自家来负担之外，我还做啲存到我体育同金。哇！有钱快拜，有钱快拜，有钱快拜，摸一摸你会不会比较幸运呐？你还蛮个意思，这甘露水是吗？甘露水，你老多自家来锻炼喵系吗？不过今天来讲到白天完，今天系安尼后上台上工地白个优秀学生代表，又系动幼稚园嘅嘛。不过刚好又讲到自家做学生嘅时节，爱去兼工学来做，从头又动动嘅人，唔敢本自家热爱地工，地嘅自家攞老板又打工嘛。不过台子噶。你有给自己的爸妈知道吗？因为本次个亚爱迪，你有迪，你迪我爸有打工吗？你亚爱迪到，你当我爸有打工，记得问用板琴去上了阿子怡。
其实大部分爱个阿爸阿妹都唔会管爱个，因为爱都会吃通个老鸡。不是很多都尿布，都溜溜飘飘，伊个冇冇。冇啦，冇关系，冇，因为尊重冇两个声音呢。咩啦？是因为冇看到啦。看到，主咧，看到，看到啊！因为爱迄当乖个声音诶，你有卖讲，因为像安尼个不卡，细细个时啊就有门禁，爱都乖乖滴门禁以前就转不卡，韩国呢安尼出门都会报备，会吃通老阿爸咪讲，爱根本你爱去哪片，爱去哪边做事，古时候记得就唔会笑爱啊，不过爱个阿婆呢就有点麻烦，你有卖讲？你你曾经动到阿婆诶无？又讲起哪事？又讲起电音呐？一下又讲起嘛个麻烦？你阿婆？在哪边的声音呢？不，因为爱听爱记的，故事爱会调试工艺，让他有点镜头，你知道吗？这样大家都知道他了。现在子瑜旁边有一个框是阿婆，哎，我在提供那个头像给制作单位哈。哎，因为爱跟阿婆家属都会问过，你要去打工哎，就讲嘿啊嘿啊，他就讲啊阿子呀，莫痛痛嘛，还要找时间歇困啊，好嘛好嘛，哎就讲好好好，给那嘿爱真人给你哦，就不用了，哎就地铺卡哦，啊男士地铺卡，他就讲。阿姊啊，为嘛讲你地铺卡唔去打工啊？啊，就讲，你都太爱爱去，还是唔爱爱去啊？就有点矛盾的，系冇？就看，哦，看上爱地铺卡就会非常难事。我爱出去做些个事，记得要少讲，啊，不会太甜，系咪懂麻烦？对，系试探人对新人嘅一种关系。咪又系客套话啦，哦，冇太甜哦，是个哦，可以穿穿你啦。其实我问我娘家，我有支持你去打工吗？我一开始我有讲啊，我讲到样啊，干工工加到含枪，不留木质，比中指，不留木质，都干通哦。像我叫子，像我叫子，像我哦，生意来太嘞。哦。除了戏曲以外的条路，因为戏曲的工作，我应该全部就做过的啦。哦。我一个我去打工。你也有去跳阿拉伯舞哦？搿唔系戏曲，搿唔系传统戏曲的条路哦。我也可以用山歌啊。我跟咩冇冇错冇错，那就去偏啲重点打工啊，就来讲啊，佢讲好啊，佢当支持我，结果咧慢慢地发现到我赚到嘅钱系拿来拿来买我自己想爱买嘅东西，买嘅，然后发现冇错用，其实当上网赚钱，好没有赚钱，啊我是上网赚钱，咩上网试钱，结果就有一摆啦，买自己好嘅包包啊，买个东西啊，当真爽，那叫公然上个买一些自拍嘅，哦比妈都。妈都又加音乐，又很多几种音乐件事情啊！拿安辛苦存那钱买自跑的，拿钱一包。董大送呢？啊，你董大送？对啊。那钱大多水掉都穷用啊，一下就打发钱没穷用啊！哎，好富用啊，生发富用没无几下就出啊！买去搞存呢，买去搞另外。你压下有一桶金冇？做有啦。你还没做，那比基尼还有声音呢，又声又声。而且他比我大个二十岁，不能这样。其实他很多桶，对啊，几多桶？他这里就一桶，水太桶了。我听讲讲到真金动刀哈，我喺你打工，真金喺你人生当中必须要学到的课程。不过喺你打工嘅时间，都在那一片青年岛打工嘅罐头，那条真系真苦嘅罐头。等下再来老太家继续来分享了。我还最喜欢做嘅就是那个吧台的工作了。假使咧有人他同我讲，我要一份点心，他就讲好，没问题。我就会把两份点心放进烤箱。还有六分钟嘛，该准备点一份听听。一份嘞，拿份拧下身，然后一份嘞，拿份来去卡身。哇！我总看到按你说说，一人哎，一只下猪都得吃到五分六分。哎呦，送一两张金金给薪水小偷。欢迎大家多做来后生太上工的节目现场，我们讲到打工吼，很多人都有经验。不过我们来太假是来讲，头白是那一片青岛那条监工的石头来做嘞，给你家先来分享一下好吗？哎，首先，大家都会滴给各大求职网站去请一下嘛，吼，韩国的 PTT 啊，不过俺呢有一些。厚脸皮求职法，用板工的面皮盘，嘿，面皮盘的求职法。你摸面皮泡个时间啊？对啊，
没有好嘛哈哈，唔过你挨我咪用面皮盆嘅求职，反正就有一摆吼挨啲路风啊，看到挨中医嘅点噶，比方讲挨有一摆就看到挨英国教授，很多其他嘅好朋友，其他的好朋友，我想说，我完全就会给好朋友啊，故说你挨马上就请脸书，请他的脸书，其他的好朋友，其他嘅好朋友，来面皮盆，来问那条问给私讯那个私讯 message， 问说，请问有缺人吗？有欠人吗？伊讲，哎，我就冇欠人诶，我就讲，唔过我当中意就会点加，我当上做其他嘅好朋友，我当上爱去隔壁诶上班做点嘛，伊就老外讲，哦，好啦好啦，我就去面试，我就录取咧，就录取了，嘿嘿，哎有咩做咧？哎有咩做？可能我上个天等你下来啦。不过有上司哈，条路莫，等下意思在讲嘛，个就莫等条路来请安利，安利请假。去请头路，主动出击，主动出击。你爱主动。哎，不过了下问题是阿谁讲？你做过那按多按多某相关头路啊？底度有嘛个万米个头路么？还讲有知道哈？这个听我把我把头路给你家先来分享，还还重要很。面皮盆呢？面皮盆，面皮盆请到按多头路，结果又请到唔好个么？冇。该前个头路都非常的好，跟他讲的其他的好朋友，其他好朋友，哎，真紧就会结好朋友。用班讲呢，因为哎大伯去隔壁打工吼，大家可能都要排班嘛，排班就想讲，哈，冇想爱排暗度的班呐，想爱有去困的时节啦。故说去条街就难讲，冇相关，因为用班排就用班排，嘿，冇诶，本年一早礼拜一个班就好好嘛，我就哦，走得走得走得嘛，就算哎嘿一周一班，去条街行去动生意，讲还讲，哎呀，去打有买 T 恤啊，你用班来买。哎呀，韩国也着音乐教室底部有哪一条呀？所以也条个都非常的细心以外呢，大半个去上上班的时间，记得会做后事给本人医生。我说，哎，其实某某的英雄，哎，这些做嘛的，可能就会滴高啊，是东西啊，然后弹弹吉他啊，哎呦，给时间给。基本薪资我记得是100还99还多少？就是还蛮100块哦。嘿，就是九，就是八啦，九是八，基本哎105。哇！不错，你就懂他们家其他好朋友。你可以做给老板什么？你安是谁？你做还做给 K 妹啦？谁谁来的啦？大概一直冇被讲吧。冇啦。刚讲到那个薪水，睇咧。专门去偷人的薪水的，给自己就做过薪水册嘞，完全没薪水册嘞，可听。常来讲来，要蛮讲，从来做过最难米的打工，因就是乌克丽丽点个工读生，俺真个冇拿哈多钱，给记得本俺的钱就是最低薪资，过说钱唔系像你噶真紧系薪水小偷，只有难时有难按多钱，那有难时，哎冇，还因为俺排班啊，咩系乖乖本记得排班哦，不过为嘛讲俺暗中伊也在投入，伊不应该也在投入做在看青岛个。乌克丽丽给请啊，韩国娘们最从一个月，我个朋友做得来请啊，像有滴是莫宁哈给谁娘们，我个朋友就做带个西点心嘛，还有咖啡，安利就吃个乌克丽丽店，吃个下猪茶，还做得搞非常贵个乌克丽丽哟。要咩？你薪水小偷？哎呀，没偷到定一个，你薪水小偷？在店面吃他的下午茶。爱的，爱跳咖的，唔讲爱买青豆炸乌克丽丽出去。来啊，给毛飘飘。我说你有业务的概念，你爱买东东机，冇嘛爱。我说好，没关系，你看白，你店面水彩艺术，彩艺术。我还有种美编哦。那个墙壁上有贴吗？本月那个业绩第一，销售冠军有吗？我是去给你刷了，因为叫抢给你刷天。我买有美编小天使的美称。好了，谢谢。那么小爱糖，我还知道讲，我还系最强的，因为我做个铁路咧，系在农村地步诶。哎，你这片懂法啦，懂泰啊，你唔但唱好，爱同泰去搞来烧鸡啊，去文化啊，去历史啊，去故事吼，还要来做一个点心，本泰家事。我还最喜欢做个就是那个吧台的工作了。家事咧，永远他同我讲，哎。我要一份点心，他就讲好，冇问题，我就会把两份点心放进烤箱。还有六分钟嘛，该准备这样一分听听。一分嘞，哪分硬下身？然后一分嘞，哪分还去卡身？哇！我差不多按你说说，一人哎，一打下注都得是都五分六分。哎呦，送你两张纸，紧给薪水小偷，薪水小偷，难怪呀，是哪里来呀？哎呦，嘿，俺躺在三三一，你紧给薪水小偷。我家真见啊，三十公诶，就会好印象，又按针对我嘅条路，嘅后生，又拍起安泰，薪水小偷，没没没没没
我俩后来讲的是二八的，二八的头家，吼，记得讲的是东河的，杜河杜到该五河的，我该是哦，请个跳路的时，我跳上没有讲啊，就请到该诶丈夫的嘛 ，DHL， 对，该是该其实本来的是诶，该哦，请个人是打时间，那打时间，其实刚诶把这所有的那个货物啊，全部，你刚刚说打思源吗？喂，那东西，因为该寄到国外嘛，它全部的东西都要 key in 到电脑里面去，打到电脑地址。哦，打字，打字啦，打字，是嘛？哎，不是打字员啦。哎，啊，结果呢，该起毛两音哦，该主管就是讲，哎，该毛白该丈夫，又张音，其实四条路毛做嘞，啊，毛白欠音嘞，毛音俩下出现毛白停手，结果出现毛白停手是毛几多嘞？那是店里摸不嘞，哈半嘞哦，没啦，我从此之后就是变整理货的人。你就没打死你？哎，本来想讲，哎，应该打死冻凉啊，地板打死地板啊，吹冷气。嘿，结果店摸不冻耶啊，又涨火，个火又又在冻冲，又冻恶做安尼。啊，就一开始讲天数，他钱很穷的。哎，嗯，还有啊，哎，没冻恶吧？真的，你懂是他做的。哎呀，你懂是他做的。哎呦，必须给起。你坐在穷起来，你好地板打点。是哈，哎呀，请问像刚刚好心讲到，又伤心，你拄到那个清空的细节，会觉得哈，又买安欧巴，如果好材料哈，又动到很多的管道，我们可以先寻求，就是那个劳动局的帮忙。如果又伤心，唔系曾经讲，哎，系过去掉，系哎，你系走在田区讲，哎，你不哎，你遇到的咨询。做得，哎，你拄到安健康的时节，唯有嘛个做得解决嘅问题嘛。我刚刚讲到安度嘛，我问下印子，行讲头白家有讲到嘛，啲农村大讲，不过拄到一天冻，冻影响啥嘅事情？影响冻身体嘅事情。哎呀，拄到要亚种事情，咩？哎，系知道家事嘅样子，你要答应对方，亚下就冇啲安尼好上海上工。好，系痛嘅东西，那就买冇啦，开玩笑啦。哎，买是老爱分享。买好上海上工冇啦。就个粮食，因为在农村地不会打工，啊就会有种种的各式各样的人，会来鸦片来看啊，来听啊，来干书啊，哈。啊，做个就会要同台西家来烧鸡啊个条路，结果咧就一位阿伯没动神气哦，佮一直问爱动动问题，不过咧同爱烧鸡佮完全无关系，比如讲啊，佮问问，哇，哦你懂会讲呢，哦啊，你一上年代系冇？哎，我几上年代，人有嘛个上关怀，就讲哦，系啦系啦，哦，佮唔用袂安慰讲法，唔调白系好嘛个个啊，吼，就一直冇个问题哦，最尾咧，佮还拿出一天花好嘛本啊，佮就同我讲，一系佮来个天花，佮来一下啲米贵发展，唔过咧佮同佮天晴一个补用啦，哦，我拿得一个天花吼，我还闹到有嘛个事情咧，我就想讲，嘛个天花好嘛，你假使吼正经按中医挨个发。你就吃假饭来消费就好了呀，按麻烦，真的。蛮神经硬硬的，你跳硬。其实以前哦，该流行性冠毒型的是，我是要到阿拉伯发展。你跳硬的，你人生不一样。你带最后的机会就按你播。对啊，对了。你那现场你好看吗？那感觉没看到啊。对啊，假使我看到相片，那刘德华没问题。唔是本来天发好忙啊，吃假鼻膏。不过那真系留的吧，就唔是烧鸡。系啊，咩黑了。好先，跳白打工兼工的时节，又买个冻青稞的时节。哦，还就那没让你啊做冻两种冻穷用。你没有咸米粿的。系啦，还是其实我没有在忌讳。台家嘅来啊，青青稞系吗？系啦，系青衣。咩是诶，要我督导一下冻。特别的调价，该是用俺提一只工，俺应先提一只工作室加油站，啊加油站嘛，加油的是应该你主管是会讲，因为就是强迫我们要推销卡片，应该联名的信用卡，啊魔法图啊，啊主管讲我讲我做，你是一定会做啊，啊结果又一摆又一张银行的石头当鬼差来加油，啊结果去加油的时间，俺去出门开下来嘛，跟我，哎你有信用卡吗？用人工两三几几是好嘞，咁我讲嘞，俺切。哎呦，你又按袂讲袂喏，你行白来让俺公司上班么？哦，我晓。结果嘞，结果嘞。该是俺有讲到哦，哎，不过该俺是当后悔，该是摸老该偷家溜该咩子啊？摸俺俩下应该系当冤家。哎，假使俺有时就到去偷个名片哦，做滴黑衣里动哦。哎，不过俺俩下黑衣张董，你也签下到啦。我滴张总啊，黄董。我懂啊，我是 CEO。好嘞。
给白家人，你来讲下跳白的打工的时间，有乜个升职的事情，印象动迁的事。有，因为我原本系做乜个，一个小时差不多九十 K 啊，什么一百 K 啊，摸出来按多少钱。后来因为上台后，日后我有参加个学校校内主持的社团呐，又一摆哦，线上哦，签到一个机会哦，系做到校外去做一个商业主持，该东西系一个新书说明会，印度的落去做口译，讲英文的主持啊。莫该东西线上讲哦，你创哦是就该欠扣，对人来讲，已经比俺原本在退路好过掉了。不过后来哦，我那时候学长系黄豪平他个弟嘛，是，佮看到咧咨询以后讲哇挺少咧，所以佮那个线上那个热千 Q 赖多，什么四千 Q 哦，后来个状态许多，哎呦，原来发通主持哦，比个告诉啊，比个发传单啊，嘛个打电话好传到咧，所以后来我就变做专业的主持人。不过后来当然那个四千 Q 以后加几个零啦，还有，几个零。哎，小数点还有不会几个零吗？哎，差不多。不过今天刚才在讲到安度事情，咪最重要先嘛。安尼跳白做咧监控学习，即创条系认为安尼喊啲事情啊，会做到动作错误嘅事情。观众朋友咪想喊跳白打工嘅事情，比如做过奈条系错误嘅事情，喊讲安尼个打工嘅事情，喊用奈条空空 QQ 去注意到诶。等下海团节目转来，安尼继续来分享了。结果咧，啊，发通出去以后咧，就是发通退咧，啊，那个费用好像又得正差啦，因为什么税内啦、税外还是老几公啊？因为老几一开始就讲吼，还该东西唔抵啦，就想讲费用怎么被扣这么多？还是老几公啊？几公？哎呦，你冇签该合约啊？然后我想，哎呦，还就这样吗？结果你冇他没有寄回来啊？我想啊，你那还就那样，还是要老几账下去啊？让开始账单用几公？假使你还有几岁的账号机哦，我有律师团队，你还有公益。帮大家多做嚟后生睇上个节目现场，每大家识讲吼，跳白两下看起来，大家搭沙都会漏掉钱咩？也都沙飞风嘛，都分清球嘛，都啲引擎事故嘛，喺啲了嘅东西用板现做。不过回想下，基隆市张溪大工嘅世界，有一个误闯森林的小白兔嘅感觉。基隆市又因为这个含唔啲嘛嘅事情，就知道两下个多做去看。动后悔的事情嘛，阿志怡。有，因为从头摆眼就会戆戆的，古时候眼就唔知讲，哎，用白去谈个薪水啊，眼咩感觉讲，哎，你去做工头先个，冇嘛该资格去谈，因为哎你唔系正职嘛。古时候眼就青菜，人不爱多少，眼就拿多少。不过后菜眼都冇读到真经懂法个条噶，他不不过咩冇像你讲暗号，记得都不爱就是最低薪资，给法律个规定，哎，几多钱，记得就不爱几多钱。我给公司爱动后悔的一件事，就是爱冇为到自己权益去争取。就有一摆，给公司爱去做个三副店个店员，给工头生，给公司爱就去做到东方，因为爱就冇想去调盘的呀。故说爱怎会去买三副嘛？跟爱去过后嘞，漳州嘞三年，给调价，因为佮自己的顺丰有开个甜点店，佮就讲，田工你哦，你就去给甜点店做事，爱就讲，做嘛个？记住讲哦，因为你天天了哈辛苦啊，故说因你使用人啊，跟你就高兴哦。前面某某讲来讲，哎，你上去天天点哦，还继续带滴因你给上副店，记住吃起来总爱不用高兴嘞。哦，嗯，平啊，应该上两个条价可能一开始就按你安算，安你感觉，因为佮上香港假使佮甜点店，因为大家就自己做餐饮业，较无好去请，因为冬天可能就请佮迄以那个副三副店做一个加客，咩可能爱上来就甜甜的，轻轻轻的，唔系，两个是唔成功的哈，比如说安尼基本彩窗有小白兔第一号，跟小白兔第二号，你来讲。D R V， 虽然听。刚刚糖豆红来给打工，薪水小偷，嘿，从小偷按钮到 handphone 按钮，唔过唔嘿，还是有赌过呢，懂快给调价，就会给谁爱做黏土先生啊，黏土老师，给黏土老师给点价个面好像好心呐，上到按钮，懂 O 个按钮。
很凶的感觉啦。大班吼，其他爱加班，因为爱紧的加班，迄个爱下班时间才有个方，就唔敢去问点钟个，爱做滴下班的某某，已经因见老爱加班，加班的时间又无本爱钱，故说爱又无敢唔敢问钱，因为迄工作神嘛，嘿工作神咩唔敢问，就想讲后来就个做几。的时间冇相关，哎呦！但讲伊几咩无本来歇困的时间，古时候用蛮歇困呢，还开始也都会跳跳去上喷手，讲哎，排先爱去上喷手，告诉佮，我们说去佮苦都马桶底下都按钮告诉佮，就是爱歇困的时间。但是有一摆哦，有阴影哦，来众生有歇困的时间哦，半点钟，佮讲哎，你刚用做得去买东西食啦？我说哦，真紧的哦，说嘿呀嘿呀，跟伊等下老爱叫他买买个东西买东西，哎呦！反正想讲哦好啊，跟伊就停。数点钟来买一下，无想到哎，赚那个时间买本期的时间吼，伊无本钱，无本个钱，哦，继续算的哦。哎，想讲因为那些两日嘛，六日都有班嘛，想讲哦，佮可能跳无闲呀，佮天公伊过来拿好嘞，佮因为唔敢老人讲，佮可能会七家人来讲哦，哎，你家从本用来买几多钱几多钱，不过佮含迄无本个钱。计时间来记得买几多110元，计时间十新章差不多100块，反正当少啦。人家小熊讲，人家140块就无人点嘛，就当 OK 点种啦，当白。我说咩系个土诶就错咧，真嘅。最后面无人去偷啊。哦啊，就唔干吗？这银包你啊，昨天专业进去投啦，像单纯。店长等着我找你，店长等着我找你。你看专业，专业那一个，你看记得爱吗？该弄新要莫不爱歇困哦，该喊你等该弄新来档案哦。但是奶奶路后那个劳动局检举，你知道吗？但是奶奶路后有读到几啦？给够嘞，给不用钱吗？给还就。庄主不认识，庄主某意思，庄主某意思。不，哎，刚刚他犯，你就买青豆给勇士给吃给东西，就拿过以后，你不是很爱吃啊？不认识。你这还对该用些不应苦头给营养种，还吗？给小白兔二号，还有小白兔三号。给吐哎，啊，看起来就应吐哎啊。哦，等你吐哎。好嘞，不是安用。那这种心态的问题啦，嘿，因为俺一来就懂，唔会同大家讲一个家事的部分，俺就只有讲开车啊，哈，你做在来抢来就懂好嘞。那再过来就向俺对铁路，就只有讲应该系精英资，像铁拜啊，做嘛个工读生啊，或者说你一点钟几多钱，一两点钟几多钱，俺全部就懂，佮懂做系精英资。俺下班过后，含个继续来上哦，都在俺用来当做在帮俺个铁路变做行卡好。甚至啊，还要留下来，哦，同佮种到较好一些的，你看呐，岸上嘛，还系差唔多钱。我给你去干 O K 啊。系啊。那你怎么会吐嘞？但是我觉得有一个人绝对不是兔子。阿 K 啊。大家莫可能安静哦。其实我听我旁边系小兔，哎，小白兔啦。听了我想吐吧。咩？咁咪呕出来啦！像喷嘛嘅。四号多啲阿 V， 因为介绍是一开始做法同主持嘅细节啦，不懂什么世面，他们地做主持还要签合约呢。懂眼啊！介绍是唔地啊，他有合约，哎，他有什么一式两份地冇？介绍是一天黑啊，一天爱啊，一天爱啊，系哦，因为俺地啊，俺想讲吼，哎，个公关公司啊，寄那个合约到俺福卡嘅细节，我收到咧，俺是认为哦。签好了，还是签好之后是收起来嘞。结果呢，啊，法通出去以后呢，就是法通退嘞，啊，那个费用好像又得正差啦，因为什么税内啦、税外还是老几讲啦。因为老几一开始就讲吼，还该东西唔抵啦，就想讲哎，费用怎么被扣这么多？还是老几讲啊，几讲哎呦，你冇签该合约啊？然后我想哎呦，还就签吗？结果你冇，他没有寄回来啊！我想啊，因为他就那样，但是要落去账下去啊，让开始账单用。结果，假使你还有技术要账下去哦，我有律师团队，我要讲。哦，应该东西还太好三面线呢，懂反。皮肤好爽啦，真的。黑啦，要真紧皮肤。其实安妮都沙飞方真紧会油爽，是会吃到讲，你个沙飞真紧懂颜色。顺头个五号、老六号个土味，我讲下嘛。五号，你冇五号，个六号。哎呀，我系大白熊，我咩土味。大白熊。咩？我做中我就滴嘅，因为我家要讲我个赞创发通个攻读生嘛，你滴讲。一三年一月，哎，打工几个小时，超过以后去加班。系啊。八点钟过后。八点钟过后，啊，我计时起吼，我超过八点钟。嗯。啊，
这个战创发通的工读生还先从两现金的，古时候起家起来的就会有会计先从算本看几多钱，就剩下两千啊，超过八点钟。九点钟、十点钟，嘿，要乘以1.33啦。对，十点钟以后，嘿，1.66，记得1.66。古时候也有侦查哦，嘿，计用时假使诶，嘿，一点钟100块，他就会拿103块。哦，133吧。嘿啦，哦，嘿，一下子我来思考一下，我计算机来看啦。古时候也有侦查啦，嗯。古早就对，是吧？其实唔系听唔到唔好，其实书好唔好，算书唔好。中国就几千个问题，真系像效用啊！就算知道咩冇用，因为佢咩算唔错。古早平常你拿钱，哦，你就1200块。我咪懂哦，个提价提高，乘以1.66哦，算80块本来。算80块本，好啦，我最尾嘅问题就是系讲，回去回忆一下，回忆一下，你记得打工、兼工、偷来做那件事情，对？那个人生来讲，系讲当同时间很浪费时间的事情，还系本期讲人生有一个很好的经验嘅累积咧，认真。其实也是到打工系当重要嘅人生经验嘛，因为啊，唔单想做在存钱呐，最重要嘅事情就系做在存到经验啦，还做在交到朋友，还有啊，做在知道自家嘅兴趣都带系到哪位，像有上司你知道讲，哎呦，我东西分做一件事情，不过真经吼，长期动作系投入嘅时间，才发现到，哎呦，以前唔系按时拍哦，像我就知道讲吼，哎，假使我投白做在去做的，哎呦，一下冇办法做嘅投入嘅有几好嘅呐，比如讲我做在去买东西啊，爱做得去体验嘛个事情啊，因为后生个时期打工较无经济个压力，古早爱知道啦，太自家应该爱去打工一下，来感受一下去钱一下自家适合嘛个环境。哎，冇错个，白天有几次认真个想法吗？非常几次。其实我老记个想法系差不多强融个，因为人家讲打工系一种当好个摸索体验你落一个真正职业个方式。譬如讲假使你打工哦，让你迷落一个职业系摸强融个，拄好你刚好可以摸索，不用洗头洗了一半之后，哎呦。来迷路咧，魔法都改变咧。啊，那我一个方面咧，假使系让你迷路嘅资源强融诶，哎呦，好好，因为阿勇做啲生意哦，打通拢嘅事业动好。哎，冇唔错，其实像阿个白谦讲嘅动好，就讲，哎，假使今日咧嘅跳路，让你回来前景而行嘅嗰条路有关系。是唔好，按照不慢来嘅时候去打通拢嘛。假使冇关系，你就知道说，哎。啊，这个完全不是我以后想要走的这条路了。因为不强就黑啊，其实好想爱跟他主持发通嘛，他就主持他就提嘛。给那些观众朋友们想一下，假使人家生发地图有那个大工，绝对会记得一件事情，就唔好强不用提自家笨蛋嘅本分会做嘅事情。相对的，做在兼顾大工，就做在兼顾自家身方嘅空间咯。会记得咯，下礼拜同一时间，按照继续来收看《后生太上工》。You are 太家。打工了，因为你传签的，传签，稍微低一点的哈。